注意吼，看到变好。董主任是翻我肚子痒毛，唔好喊好嘞。反正大家都请莫喊哦，工作人员还搞个失误哦，请关心啦哈。哎，谢多谢。他本身那没有领人啦哈。不是晚上 ，Andrew V 啊，加上唐豆呀、徐志荣委员高安多哈。过去来就讲人家他 V V 个那个预算哈。一年差不多还唔得31，差不多。差不多31左右啦。31差不多哈。哎，我今日就上来问讲哈，按那个预算哈，按多年来，按对啊，地方的补助哈，系咪有讲无同样的做法哈？按我上班多个总咨询的时间，我问人家院长嘛哈，我又讲到一点就讲，按当到客家人就离乡背景都要特别啦，都要那批地方特殊，就无转去家乡啦哈。故说我就想。香港人家对呀，都是大力度的那个客家人，按样板来调查讲，其实唔系客家人，啊，佮认同个人印象哈，也系讲来到呀台北读书，人都要台北，起个有同乡会，也系有讲按样个社群哈，故说我就想问，第一只人家地方创新呀种。一种对象哈，又包括人家像下杜飞个六度地度的客家人么？跟委员报告哈，也感谢委员哈，对客家，尤其特别是客家社团的关心咯。来简单讲两个说明哈，第一呢，因为特别是安尼过去一乡啊哈，也财政比所有其他县市都好，故所以。特别是客家语言也比较较少哈，来跟中央客家来申请经费啦。啊，按人家财政来讲，因为财政好嘛哈，故说按人家国少资源标啊图，因为按人资源冇很多嘛，就标啊图各区的哈，啊，你包括苗栗新竹，还看目前的所材料，给跟语言不过，没讲对，特别是有意见啦，没有跟人言的哈。啊，听你呢，冇用震动来看，哈，冇用啊样个偏好来看，我就请感谢了哈。不是因为时间挨练习哈，时间还少，我就讲也听一种了哈。就讲我希望按这个个补出哈，下一张听不懂哈，下一张太长。这个嗯，用一下客家人数的比例哈，也讲送来的发通有偏好哈，也讲冇用震动考虑，用一下文化的传输来考虑，我就请感谢哈。是。不说我就因为一下去那客家精神，冇分太些哈，冇分太些耶。冇分震动了，嘿。冇分震动哈，啊，听一下第二页。哈，就是他来强调，就讲我看到人家国发会有很多战略计划，很多地方创新哈，也。可是推动黑都要赖前严重的时间推动的了哈。我们有看到人黑 BV 七家有在很多地方创新的那个计划哈。不过一下先推动的就很多浪漫台神仙亚种计划出嘛。地方创新，我有按个重叠。地方创新哈，主要还是行政院哈，高分国发会哈来主导。啊，国发会的地方呢哈，有关于客家庄的部分呢哈，由我们来主责了。哦，原住民地区，还是我们在国家整个大战略下面的一个哈，一个支分支机构。另外，就想要请问主委，还没有了较整齐哈，因为他看到一下图哈，哎呀，台山县有桃竹苗中17的乡镇哈，不同呀，国发会个134的乡镇重起哈，重叠张医生起，张医生起，那家乡啊，苗栗哈，那高雄嘛哈，高雄，那苗栗那张两只起哟。刚刚跟徐志荣委员讲都清楚，我来看哈，要两只肌肉就会很多食堂或南庄哈，其他都冇多少地度，很样的来先都讲，做嘛人多一片，有过一片就变少，样的跟那个取舍咯，样的来给。应该唔会啊，苗栗应该不单止哈，不单止南庄干的那个，不单止台风嘛有啊。古早爱讲亚中哈，听一页第三页。第三页哈，就讲哈，我也因为讲。跟数据那个某张某增考哈，就抢了不加新的数据了哈。因为人家没嗯，他们一起个有70个区域的重点计划，什么？文化重点发展区。故说又用个那个很多啊，加个浪漫台山县又一张17个乡镇，当中数据哈，乡情他也搞不清楚。所以因为你这个用视觉化哈，同人家乡情的推广过，很多要。大战略地图，还有重要个 TV， 哈，关青岛桃竹苗哈，特别是竹苗，嘛都要地图有拿到资源，啊，你同他讲较清楚哈。不是我今日个咨询就讲想要建议了哈，因为我知道我地图也很多地方创新哈，
应该是持续性的计划，好 ，Webby 人家浪漫台山线更有战略跟目的的哈，因为没有你跟人口哈，就讲去年开始一年的出生生年的哈，涨3,770，漂白九十四年的时间哈，差不多有几万少了哈，故说现在人口的变化。其实没有那个那个实验状况，而且保3,000个目的，就说而且一年有3,000生意出生，就说人家人口的外移哈，可能青岛人无转去人家家乡哈，像很多都被投诉哈。不过伊他就讲，嗯，对啊，战略计划哈，因为赖前院长给提防冲绳啊，因为青冲腰的一个大战略，他们对人家三兆很多几个目的里面的增加，提西方哈，就讲人家优质客庄文化哈。哎，优质客庄文化做替西方的个很多冲绳的重要战略计划。OK， 不低度这样抢注意的分析讲，人家70个乡镇那一只地方哈，要特别人家没有那个行走偏乡的地方，做的拿到青岛的资源来推动这个文化产业，个很少人做去家乡创业，好吗？按用个规划，你知道按用做的吗？我感觉一个非常好哈，一个可能我跟那个国发会哈，可以比较时间哈，可能会提出一个想法哈。啊，也像因为一个不单是客家语言费来推动了，其实包括农委会嘛有啊，哦，农委会，哎，故说可能有一个跨部会哈，哎，有一个跨部会都会执行了，啊，主导就还是国发会了，哎，那因为刚刚立柱以后，因为你都要政府跟行，哎，熟悉亲敌嘛哈，都体制外，都体制内，那因为哎，他有跳跃思考，就讲哈，台湾全部用部主本地房，部主本沙团，因为他倒过来个，要整个区域重新来。看起那边有发展的潜力，那就要用国发的城市，啊，有请住户都给整起个，哎，用那个空间思考来想。我人口哈，因为青岛很常人想要整一做，青农啦、创业啊，你要资源要分给在地，哈，莫用讲跟电子消费哈，去买台设备就用台哈，一看人大七八大了，可就做的就没没哈，故说你用啊，给做的一次两次哈，有附加性的按那个价值，那你们要注意，一定有按那个弱智的规划，好吗？有个建议非常好，可能会采访方面的努力。对呀，好啊，按这要像人家管主委们，人家他家个经理哈，要讲内政委员会按那努力推动，都要按到昌城国战略计划里面搞提西方啦，好吗？就用按那个来做。OK， 做期许哈，好，安子生，好，多谢，多谢，